到什么程度？一般平民车辆，但是不会，那个车子上面不会有武装。OK， 所以他们没有装甲的武器载具。对，但是对方有重型机枪 Dash K， 因为他们要拿来制止车辆用，只有固定式武器而已。然后 OK、是的，然后不会有自杀炸弹客，人家是爱情生命的那个反派，反政府武装组织。OK， 这里没人选 AT。我有无人机吗？没有。你们可以，我开放给你们去选。有带 Hunter Air 应该够了吧？那你要用 Hunter Air 吗？可以啊，我正好熟悉一下操作。啊，不过虽然没有 QRF， 敌人可能会从建筑物里面跑出来，这一点我可能要先跟各位说一下。敌人会移动是可以接受了。都穿出来这种那种，对，这个可能要先告知一下，可能会穿出来，因为你也知道的，驻军会移动的意思。你要是不是？哦，没事。啊，敌人有防弹盾，然后可能会有，对，敌人会有可能会有防弹盾。然后第二点是那个敌军有可能会有近那个近战，因为他们枪不够用，都有近战，都用到 G36 了，枪不够用，钱很多呢。只有他有钱啊，你也不台湾老板有钱，你有钱吗 ？OK， 哇，政论呢？叭叭叭叭叭，要闪加小队，有改车的，没差，我家还是带三十，都一样，都在很小的加油站。那无线电你要改吗？不用调，不用调，就这么少人还调什么？啊，对，然后那个等一下，要注意一下哦，敌人有一些建筑物的门是关的，所以记得带破门炸药。破门炸药，有人转工兵吗？哦，不用工兵，任何人都可以，那有人带小小的就可以了。我好像有带。那我用没有人带，我就用枪榴弹砸而已啊。枪榴弹我试过没有用，枪榴弹砸不开、啊，我试过了。装你有带吗？装背包有啊。知道有带啊。我带了十，我看一下，我带了15个。没关系，不够用，到时候再说。真的蛮多了。如果用完就用你的脑袋。想要不要分小组？如果用完就用你的脑袋。对不起。可是我不想用我的脑袋啊。那个鲁拉乔克帮我分红组，帮我做，等下就位之后到场是都做支援，就是待在部队后方，其他人会往前走。等一下谁？哎，太好了，我会用鲁拉当我的脚架，你会用他的屁股吗？对，把屁股翘高，然后有掩体可以搭上去，把夹夹架在身上。那你要用国法师还是用传教士？所以就这样哈。那送闪亮跟优雅去领第一车，然后其他人坐第二车。还要装什么的？给你们一分钟，要领东西上去，缺子弹的。缺火力的都领上去。给我们来台那个，给我们来台那个掠夺者无人机。你刚才跟我说，给我来一组那个109榴弹砸后去好了。哎呦！先直接把场地砸一砸，再进去。坐。厕所。准备好就可以出发咯。你不是有带152吗？148。位置好大，挺赞的。你不是有带长城吗？我长城可以扣你的话。你女仆吧，他不理我。30秒。固定是炮塔，是假的。枪榴弹，你们上来看看。
对，不能动，这里也不能动。这样。What the heck？ 应该是模组问题，模组写到出问题了。这是什么车？什么的模组啊 ？UP 的吧。一样不能转。UP 写这种模组。看不知道能不能开火。牛哥。牛哥。太早了，用老招了。就是用车头来瞄准。没有，他不能开火。完全不能开火吗？那个炮是假的，对他，也没有 safety。这个能开火吗？不是不行。就要试试看发动会不会？好吧。女仆。哎，请说。车子是烂的，那车子有问题，不能开。它的炮，哎，它的炮不能转，不能开火。其他功能一切正常。嗯，有热显，有倍率，有测距，就是不能转跟开火。他叫丁狗，好，我找看。丁狗手轴身吗？两台都是吗？对啊，前后两台都是。帮我再试试看这几台好不好？不要撞车了。为什么没有包包可以背？那个他包包忘记写，包包在那个另外一个装我装备栏那边，我后方、哦，我现在那个大的装备栏、哦，在这里。不一样哦。奇怪，那他这台车可能坏掉。有其他可以？那我改 NARP 好了。女仆要换车。你都先不要删掉那个车上有东西。好，刚才漏进去而已。找一下，哎呀，一下，五万吗？哦，好帅，好帅！啊，不客气。What the fuck？你们有需要枪龙弹板吗？还是我给两柄机枪就好、我们是 capture， 你叫我们用枪龙弹。那说 Q 也可以啦，所以也可以砸一砸再进去。不是，没这么说。有枪龙弹就是要看你们如何使用，而不是说哦，我有枪龙弹，我代表哦，你开放我去杀对方。奇怪，我这个任务不是这样子想的。你们的车子没清空。装备 IT4 等一下，我清空的话，它的弹药好像也会清空哦，这是炮手。装备栏清空。好了，清空咯。哪些车可以删掉啊？如果你的东西要删了吗？还没，等一下。先等一下，如果要转移东西，我们再上车。小哥，小哥下来，车丢了。好了，除了我要做的，其他都没事了。那是马，那个要买，我想买。现在，哎，我们要最新的了。这样我们是哪一台？鲁拉这台啊？哎对，所以我们多一只机枪手。
我是间谍 MG3。选你点。不准去做优雅他们那一台。优雅。哦。直接接炮手。我接炮。好。你有几盒啊？3.50。加一，可是你切地战争去看，你应该要有加一的。哎，后面车角的位置可以站起来，真的。好困，人躲在里面，出来就是被打成疯了。OK， 想说他可以换枪，是不是可以站起来？我可以删，我可以把车子删掉了吗？都好了吗？看，滚轮看看有没有。这一次无线电测试呼叫雷有收到啊？有，你有我有带包一五二吗 ？OK， 那我等下如果太远的话，我用一直把一五二连上。OK， 一五二测试。给一声。给好，那个我问一下，那个车子可以删了吗？你们都好了哈，那个车我要删掉了。我要在哪里整装？嗯，看一下哪一边有旗子，哎，正后方，德国旗子。删掉了。为什么完了啊？完蛋！我们是要抓人是不是，你的任务。哎，对。稍等，看一下地图的话，路线图，我们依照路线。然后，因为他没有背包，这边有放背包。OK， 你要抓一个，先拿背包。优雅作为头车前途方。头车说有出现吗？没有，没有。意想不到的事。他睡着了。跟上次一样，你就开火，开火原则。自由交火。蜗牛。蜗牛。有空的测试一下无线电，确保通信正常。测试测试。Fuck you。早上好。现在我有冰淇淋。那是速速一激情九。这一次左卫部呼叫雷有收到吗？这是 Dinuts 收到。请重复代号。Dinuts。Dinuts 收到，那个接收补充兵，要请他开另外一台新的车过去帮你们做后备支援，还是要直接传送？麻烦帮我传送到车前方，我们会停下来接他。收到，收到。到车前面1公尺。没问题，我会为他打开异世界的入口。哎，这个入口有点太廉价了，不行。我是认真的哦，我会真的这么做。他传送完应该就是看到看到眼前两个亮亮的闪光，然后就被扭过去。等一下看到补充兵帮我停一下，我接一下。你在哪？啊，顺带一提，那个雾是自然形成的，跟我无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一片大陆上的废墟。还有不公。Kevin 好了吗？哎，我问一下有额外需要带什么？没有啊，你选什么兵你就带什么。哦，好。任务要抓人哦，带震撼弹跟炮弹炸药。哦，还好你有。没有，继续干。欸，打那个人啊。目标叫做 QF Capture。
击杀或逮捕，逮捕优先。击杀或逮捕，逮捕优先。OK。对，然后目标长相在那边，可以看一下。啊，因为那个破门炸药里面没有，可以从那边拿，或者是拿枪射门也可以。啊，我觉得拿枪射门。哎、欸，我问一个问题，那个。哎，那个。我有。我必要带两根枪支吗？还是我其实一根就够？我现在通常都会带两根，因为现在的敌军战车都有 APS 系统。对，不，我的普通兵一贴都叫空了。我恨 APS。你准备好了吗 ？OK 了。OK， 现在要穿过去了，车前面嘛。不要正前方就。欸冲过去！我这差点中了。哎哎哎！哇，你动之前看一下路好不好？接到了，接到了。眼镜呢、哦？见你指挥部，他差点就进入异世界了。你们是不是把那个 ID 干扰装置当成保险杆了？被你发现？我去，好，没问题。
安静了，我们再进去。顿顿，你那一个车子可以转移到 SPA 的 P 点去。好的。要啊，你们在那边找好射击位置之后开始交火看看。如果没东西的话，先掩护车辆转移。我再想看要怎么前进。转移到那个南方山坡上面。我建议不要去开阔地带，转移车辆离建筑物为严谨。知道。我请你去 SPOT P 一点。呼叫雷无线电测试有什么？这是迪娜子收到。FPS 有改善吗？不加，不过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除了偶尔会卡一下，逐渐回升中。我这边准备往了解蓝色一号点上面对进。了解，那个让兔子作为火力掩护，你们再往前推进。确认，兔子就位，走了。楼上的下来，我们往蓝色一号点。各位鲁拉，你们这边视野跑站开始不佳，看要不要推进到 SPOT P。东方向屋顶 RPG， 解他，解决他。没站起来，打不到。让点五零灌看看。但是我炸的那一栋。对对对，你炸的那一栋，他就在那边。对，兔子架的冰楼嘛。被站着，好了。差不多都是。还行，敌人都是残兵。兔子帮我转红。别的，那重金要不要？我这个门不能开。这个是一号点。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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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谁拍谁。慢慢重发，兔子帮我转红柱。走走走。这一次指挥部追加补充兵 Ghost 传到你的位置吗？传到 SPOT 的 P 点。收。是 Dinaz 帮我将补充兵传送到 SPOT 的 P 点。收 SPOT 的 B。正确哦。暂时
被困在一号点这边，敌人从不要从东面跟北面靠近。收到，收到。车主拉乔克，那个车辆以那个南面高地为准，开到与道路垂直的部分，帮我解决一号点外围的敌人。补充兵要插队。补充兵，帮我前往一号点外围。你现场有看到乔克·鲁拉吗？加他们小队。加他，乔克。哦，你是医疗兵。对，没有，听警察哦。都是啊，不知道。下一个会有我们就然后你有接触到患者了吗？有，正在处理。OK， 啊，那个闪亮跟 Kevin 下楼，在门口很会有。我来帮你拿烟灰。我先下去，我先下去。各位大爷，我在当队友。闪亮下来，那个同学交给他们处理。就在哪？Kevin， 你可以下来。这是 Kevin 正在下楼。步兵车一人治疗，我们三个人往二号点移动。
一楼左侧是安全的，右侧。打你！安全，右侧安全。好。放起来了，放起来了，动不要动啊！我车上有一包备用的，动不要动。兔子，我等下把鲁拉丢到你那一车，你们两个等下配合在外围做火力扫荡。收到。对啊，我等下会让关老师去处理，那个车辆就不要带了。好、啊。要不要继续帮我做掩护？我需要你的火力。Hand up, Moshe Kash。我现在移动。我去接你。对，就走了。另外是武器注意到。好。开车巷战对车辆不利，我在等鲁拉，我把我鲁拉位置抓下去了，你好点外围等一下，你好点收到，云班这边四人会往五号点移动，Lock and load。四号点北面有敌人吗？北面目前这边见到没有？看得到那个城堡的位置吗？那个城那个有点矮，然后看起来这边是看起来是没有窗户的。要小心，那就先不要理他。Target acquired. Target acquired.下楼了，下楼了。在里面，有呀。有，有刀剑。那上楼上两个，帮我送进屋。好，家人在左右。一号点现在集齐改为 MES 点，如果医疗或者是遭受重火力的时候退回 MES 点。好说。五号整栋 clear。等下楼，往六号推进。OK。我在八车，稍等我一下。窗户有人折，那个我再通告一下各单位，我们要拖抓的目标是一名戴着贝雷帽拿着G36C的敌人军官，尽量活捉，如果无法活捉击毙了请告知我。
克，凡克通知小队，八号建筑物二楼有敌人，八号建筑物二楼敌人，我打不到他。乔克，乔克，五号建筑物屋顶可以进驻，但是他有点难绕。过去了。这次指挥部告知一下，要逮捕目标，对方头戴贝雷帽，持有武装。等我们往六号点移动。下次收到。就只是你们的车被打吗？对，但是没有，没事。步兵这边要先把北面全部清掉，再清南面吗？看你要往南清，以循序的方式清过去，还是？那我先从啊，没关系，我从十三号开始。二二八，我已经到达五号点，在五零三出闸。楼梯我以为上不来。确认讯息有传达哈，要逮捕目标违背雷帽，下方的知道。哎呦哎呦，我刚刚讲过，我再讲一下。收，来了。再说一次，我们要抓捕的目标带有背雷帽，持有武器，武器是 G36C， 是敌方军官。带不认识十号建筑。会有友军单位，九号建筑有友军单位，是吗？让我们发提醒。十号建筑有友军单位，正确。哎、欸，那个二楼东南角有倒地邮件。我们两个都在。文物局，不好意思。好，你们一个继续清啊，你们一两个继续清。去打那亚汉吧，我有 ATC。高老师还在吗？还在，我在处理。了解收到，需要支援的时候叫鲁拉过去。闪亮啊！车闪亮，帮我啊！其他人，你后面没清，你早讲啊！可以帮我确认一下。等一下，你先去一下。叫叫 A B C。只让你们那边清完叫一声。哎，这边是 Kevin， 我在二楼路亚倒地的同一车发现的地方。我们要抓捕的目标，你有抓捕成功吗？我不小心闪到自己，等我一下。如果无法处理，等待队友帮忙进去。OK， 大家请讲。把抓出来，记得。No harm, no come to you。我刚刚说的是在什么？可以下车去帮支援他们。Oh God！ 不要稳定啊！那个在光线的话，可以加 HP。那个是指挥官，绑他快点！ Don't move, keep your mouth shut. If you touch me, I suggest you shut the fuck up and stay still. 来，我要包一下。刚女仆操纵他，然后给我近战，他直接用墙头敲我。抓到指挥官，抓到指挥官。了解。优雅的进度如何？加稳定了，现在移交鲁拉，我去处理那个指挥官。可以把他叫到车上。Stone Kevin， 帮我带着指挥官沿着刚才肃清的路线拉回到 Mass 点，塞到车上去。
然后再回到14号点跟尤雅会合。稍等，我们正在处理那个指挥官。了解，处理完毕都照我刚才的指令做。车子的那个南方向，车子南方向有一名不明步兵。这是他躲起来了。雷，你说那个指挥官要到哪？拉到 Max 点。我只要石洞跟 Kevin 带就好了。车辆我们现在就在门口，你可以直接让他上我的车，我再开回去。我不要让他上你的车，你现在是会移动的打，移动的靶。OK。Kevin， 你还好吗？还好。我手背包。跟着石洞回到 Max。我医疗好了，现在怎么样？我们到指挥官。有那个石洞跟 Kevin 要送过去。Max 哪里？哦，我看到 Max 点了。那有人掩护他们吗？你的五号点屋顶上有自己枪手在掩护你。那应该够吧？那我们这边继续出进去啊。Kevin 有点严重，我代理 Kevin 啊，我跟石洞过去。OK。你不是别个说拜拜，别再看了啦，你干嘛看，一直看。هدف مشخص。HPT 运送到哪里了？这样我们可以压制在14号，现在送过去。找到哪个方向打击，请兔子他们以车子掩护。现在是法兰克，这点车屁股那边。法兰克，十号建筑物屋顶的沙包后面。我带头直接跟下来。开分需要二十秒。十号建筑屋顶需要来个强扭弹是吗？正确，他在沙包后面，我打不到。哇，被人发现到亮闪。漂亮。现在有集结点吗？我有设立一个中那个集结点，往 Max 点就对了。Kevin， 你现在脱离了掩体。那飞吧，我来停在车上。OK， 那车我会顾着。尤雅继续带队，照你刚才计划往北速前行。等一下，我们347这边都经过了吗？你刚才没经。What the hell is that?
我刚刚有想把那个拿去拿来用，右亚原地踏步。当掉了吗？不知道，他突然说喊那个，然后就原地踏步了。哇，那自动带小队继续肃清。他说：“那个白组的，麻烦到15号集合，十五号集合。”自动4号、7号清掉了吗？四号没办法进去。帮我就帮我划掉，那七号呢？七号，我看一下，我跟 Ghost 看一下。Kevin， 你的小队员现在在七号点。要进不进？现在在15号。一号进不进？所以现在到底是哪里集结？一号、哦。我们现在还要找什么东西？不动，一楼还没看啊。我们对啊，我们现在抓到人了，要撤了。命令是肃清城镇哦。一号不用进哦，七号进不去。了解，那个白组肃清，七号点集结后，往北从8号点开始肃清。有发现军火库有需要摧毁吗？然后我请示一下，林大指呼叫 HQ。收到。军火库要摧毁吗？你们手上有可以摧毁的东西吗？有的话就摧吧。了解。你们有炸药或燃烧弹吗 ？AT4 算炸药吗？那先等等，我这边有燃烧弹。军火库的位置在哪里？标记给我。一之一。那就等下那个其他小队继续肃清。只有补充兵加入，雷欧传到你楼下可以吗？闪亮亮回归，你传送是吗？还没，丢到那个 mess 点，收。这一次 stone 那个楼顶有小军火库，交尾吗？还是你有炸药或燃烧弹吗？刚好没有。那我再来处理就好，帮我标记起来。继续带队前往8号区域肃清。8号区域吗？正确，北方。好，没问题。那个白组的其他人，麻烦到8号那一边进行肃清，我等一下再赶过去。等其他人会有的时候，我们再攻进去。对，没东西。我们小哥，你的视野还看得到小队吗？可以，收到。没东西。你们在隔壁？自己说一之一的，没有没有，不是屋顶这个。他们在里面。对对对，没有，我们在门。等下，你们这门开过了吗？没开过呀，开不了。哎呀，开起来，开起来。没有，你用射。
啊，军火库都投掷燃烧弹，应该也算是摧毁。其他小队员继续肃清。TP Ghost， 一样帮我丢到那个 Match 点，再让他收过来。收。这是送那个我们在8号，然后看过去9号跟10号好像是没有人的。帮我进去确认一圈就出来。他说。我在9号门口。第一在哪里？你进去被打了好、啊。哦，你那个主任，你要进来真防身态。没有，他那个是闪光弹。去吧。可以，看，这超酷的，你那个空间迷航。来了，进到哪里啊？他们现在在8号、9号区。9号安全。那个水神，你接回那个指挥权。一号里面是友军吗？一号现在是友军。八九十出去了吗？第一出去。正在确认中。为什么那个闪光弹会弹回来啦？谢谢你阿玛。哦，也没人了。刚刚那个是就是我打掉的那个人，靠腰。真是谢谢你阿玛。原本你知道你刚一下楼过了大概。八九十都已经苏醒了。我在看十二号，有空先帮我指示好。那个，我们来时是要跟你们会合吗？动十二号我就要破门。到十四号。OK， 你是没有家人吗？我附近还有 boss。房客，我要移动位置。在二楼还是吗？有一个被卸妆的。十号进攻房十六。四号进空，收到。这一次指挥部呼叫指挥有收到吗？那收到，请讲。确认那个该区域已进空了，然后麻烦你们撤离。丁娜收到。小队注意收队，往 Max 点收队。我会建议你们从东侧的道路撤离。这边发现那个城区内 ，Scope 一点开始，主要道路有大量的不明人士逐渐朝你们靠近，对方持有武装。了解地面部队说的。兔子，帮我前往那个邓恩点，帮我架设火力防线。邓恩点，超上。我们的西面即将面压一敌吼，那个你们直接撤吗？都往东撤离。西面会来敌吗？我们那不是我们来的地方吗？正确哦。根据状况，好像是当地暴民想要把你们的逮捕的高价值人物抓去破那个游街示众。顺利的。
地面部队呼叫总指挥，有击杀局许可吗？尽量避免接战，重复是尽量避免接战，对方有重武装，有很多 AT。了解，收到。好、哦，可以了，成功了，成功了。嗯，啊，你不愿平均来了。雷布一般全上时没有人落下。要忘了，怎么了？小队沿着道路往东之后向北。指，地面呼叫指挥，我们东面这一侧的道路是安全的吗？确认是安全的，不过注意接近城市区域的话就要小心。而且也就是说，以东面这一侧道路往北移动时会接战吗？确认，可能应该会接战。对方平民开始要堵路了，他们会夹在那两个城镇中间，已经设置好了，你们注意一下。啊，对哈，我人在该区。打到破壁兵了，打到破壁兵了。